水里捞到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这不是我的袋鼠胶水吗？胶水都用完了，但这里的胶水只有这么一丢丢了，让我们做一个起泡胶吧。那我们就来 PK 做起泡胶，看谁的起泡量最大。如果你赢了，那瓶胶水就送给你；如果你输了，就赔我一瓶新的袋鼠胶水。还想跟我比起泡胶？袋鼠胶水我赢定了，全部给你用光光，一滴都不剩。一丢的甘油搅拌一下，我把水白成型。好的胶水做起泡胶不需要加别的材料，微微粘手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自己抹巾备用啦，让你手酸不用疼，而且这块泥不粘手的时候呢，就制作完成了。最后我们要进行最有仪式的一步，就是把这块泥放到碗中，像醒面团一样醒个5分钟，这样超好的起泡胶就做好了。它尝起来有非常强的洗脸，哇，很好治愈啊！光速不练假把式，你起个泡试试。我能起10倍的量，不能某人打脸。看我的神奇泡泡胶，明亮的黄色，像天空一样的蓝色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这盒子变大10倍，简直变大20倍、30倍。又作弊！我的起泡量就是比你大，愿赌服输，赶紧赔我一瓶新的。赔就赔。